好，那个叫别人也要按啊。录音的。啊，朱建仁的那个阿肋路亚哈，我示范一次那个慢的。先弹一个正常的，然后等一下再慢慢猜到底哪一个是在弹什么。前奏是从后面的。小节到底我在弹什么？从一开始，阿肋路亚，贝斯，第一次雷米发，这边有个拉索法过门，甚至我在弹降 B， 我不是弹西内发而已，我会挂二降 B。加它的第二音是哪个音？对，所以会弹西哆来发。A successful， 这边有一个过门的变奏，因为是拉雷咪拉，所以变奏。好，这边也是一个变奏。第二次是雷米发哆西，好，就是在领金前我是这样弹，是在这个位置。手弹出上面也可以，可是你如果加大拇指，那就会你听到这样的。好，过来最后一。好，领金前是第一麦结束，领金尽量是安静，因为不叫的都没有唱。有没有注意？我不是每个音爬音。我都是几乎弹单音。因为它的 Re 六拍完全没有东西，所以你可以变奏 Re La So Fa Mi Re， 就跟我前面的那个有对应的。也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的左手会把拱恰恰打出来，可是我就用爬音。A successful
贝斯还是走上去了。